所以这个再拍也是跟去年一样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拍那个母的站，小只的站出来、啊、要等它小的。去年小的、嗯，去年有拍到小的吗？你如果看到小的站出来哦，嗯，母的是，你可能一个礼拜以内就要赶快来拍，两三五天你就走了，就跑掉，它就离巢了。离巢就只有在树上开了。在什么地方啊？这只，哦，你就看这个就好了。我在用录影的。阿妈都有金吗？而且金亮的。嗯。真的，他有说收钱，跟我说金亮的。同样的地方。